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。酸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它带有橘子的香甜气味，又有青柠檬的酸味和清爽，而且皮薄汁液饱满，尤其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将它泡水喝，能清热消暑，口感酸甜爽口，非常美味。酸柑水的做法非常简单，我们只需准备2到3粒酸柑，将它们清洗干净后，将它们的顶部切开。然后用手将酸柑汁挤出来。挤入杯子中。接着倒入开水，然后搅拌均匀，然后就可以拿去饮用了。怕酸的人可以加入一勺蜂蜜，想要口感更好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一些冰块。酸柑水除了好喝外，它其实营养非常丰富，经常饮用对健康有很多神奇的疗效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，每天饮用这个酸柑水到底有哪些神奇功效吧。功效一，提高身体抵抗力。酸柑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被称作免疫维生素，因为它有助于人体产生重要的抗体免疫球蛋白。免疫球蛋白能够包围入侵人体的细菌，吞噬并中和它们，因此能帮助提高人体免疫力，让人不容易生病。功效二，降血压和预防心血管疾病。酸柑是钾和镁的良好来源，可促进心脏健康。研究表明，增加钾的摄入量可帮助降低血压和预防心血管疾病，镁则有助于降低神经和肌肉的兴奋性，维持心脏弹性，对心脏活动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，能使心脏的节律和兴奋传导减弱，从而有利于心脏的舒张与休息，因此能预防各种心血管疾病。功效三，预防皮肤衰老。酸柑富含维生素 C 和类黄酮，它们是增强胶原蛋白的抗氧化剂。经常饮用酸柑水，可以滋润肌肤和保持肌肤弹性，还能预防脸上斑点的形成。功效四，降血糖。酸柑的升糖指数低，而且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，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之选。可溶性纤维可稳定血糖水平，帮助降低血糖，还可缓解人体对糖分的吸收速率，能抑制餐后血糖的升高。因此血糖高的患者平时可以适量喝一些酸柑水，建议血糖高患者使用外皮比较轻的酸柑，因为这种酸柑的含糖量比黄色外皮的酸柑含糖量更低。功效五，止吐。有很多孕妇早期怀孕反应严重，恶心呕吐频繁，不能进食。酸柑具有开胃止恶逆的作用，可以很好的起到止吐的作用，因此孕妇平时可以适量饮用这个酸柑水，能让孕妇不那么难受。最后有一点大家要注意，建议大家不要空腹的时候饮用这个酸柑水，也不要一次饮用太多，因为它所含的有机酸会刺激胃黏膜，对胃不利。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，也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